当你欣赏紧佢哋嘅作品，有冇谂过创作人背后嘅付出？当你赞赏佢哋嘅创意，有冇尊重过佢哋嘅创作？当你为佢哋嘅作品喝彩，有冇谂过令佢哋嘅努力获得回报？无论系网上定系现实世界，版权保护可以俾创作人尽情发挥创意，支持创作，尊重版权。